18岁，女，身高1.65米，左撇子，吃榴莲会晕倒。A 型 ，B 型 ，AB。哦，对 ，O 型，我是 O 型血傲娇女王宫，身材高挑，智商在线，关键长得还好看。别人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我根本一开始就已经到了终点线。我叫初茵茵，在青藤国际学院念书。这所学校与国外大学交流密切。很多优秀的学生都在为出国做准备，也都是变态，考不到 A 就是差生。我是变态中的变态，考试拿第一只是一种习惯，全世界都羡慕我，学校里都是关于我的传说。好多天都没有初茵茵的消息了，从前天放学就没见她了，到现在应该有3天了吧。我今天在校长办公室看见有警察。警察？他不会被绑架了吧？他们家那么有钱。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得罪人了吧，他讲话那么难听。我听说他可能是撞邪了。有可能啊，肯定是那个升学名额把他给害了。喂，刘文俊，你干嘛？ Sorry， 许公里，你的快递初茵茵寄给你的。初茵茵寄的？初茵茵不是不见了吗？怎么还能寄快递啊？坐，看一眼。好像是几天前寄的。里边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刚才包裹里系的是什么东西吗？我们还以为是什么手指啊、脚趾啊，结果是空包裹哎！我好可怕，哎，初音不会是被人害了吧？我怎么会知道？我跟他很熟吗？你们跟他很熟吗？玩失踪就玩失踪，装什么神秘呀？就那么喜欢博人眼球啊？但是许空灵和他熟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和许空灵有关系啊？ 我也觉得，我总觉得许空灵跟初音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秘密，什么秘密？我知道吗？寿司上的草莓，初音就给你寄了这个？他寄了一个空盒子给我，里面什么都没有。看上面时间，前天寄出，我刚刚才收到。 从前天到现在没有任何初音的消息，为什么他要给我寄这个？这太奇怪了。我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根本不是寿司。那是什么？你们看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S O S， 对，初音一定在给我们求救。 但是这上面看不出其他任何信息。盒子上还发现什么吗？什么都没有。虽然寄件地址显示是他家，但我怀疑这根本不是他本人寄的。他很有可能有危险，你们一定要快点找到他。是他母亲报的警，我们还是要。 为什么初音偏偏寄给你？你们什么关系？你敢不敢跟我玩个游戏？敢。以后你都不准赢我。好，我答应你，以后都不赢你。 你怎么了？这个大骗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英爷，你听我说，我真的只是随便交了一份调研报告。谁知道你是不是随便交了调研报告？这一次，我们说好一起，就是不敢。我怎么不敢了？我们所有敢不敢的游戏？ 我都敢，那你现在怎么解释？所以你是闭着眼睛照样的可以拿到 A 是吗？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一个人演独角戏吗？就这么无所谓？我们是同学。我这种不给别人活路的生存模式，一半靠天赋。 一半靠我妈，她一直把我当公主来养，我没有公主病，我就是公主。初总，打印好了。初总，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们不是已经报警了吗？我相信陈警官一定会尽力去找的，而且也许姐姐只是生气离家出走了，过两天也许就回来了呢。行了，甭废话了，还不赶紧把这贴出去？哦，好。 门都没关。啊，陈警官。哎，郑女士，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还是要保持冷静。有什么线索吗？这个，你们见过吗？这个盒子是姐姐让我寄的，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这个许空凛跟初音音什么关系？ 和茵茵一样是班里成绩很好的孩子，但是不如茵茵。那小梅，啊，你确认这个包裹里头没有东西？姐姐让我寄的时候，我没打开看过。SOS， 这件事情很严重，你好好想想。我真的没看。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最后一次见到初音的时候，初女士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有可能因为跟父母的矛盾离家出走。我说的吗？不可能，你记错了。楚女士，这事儿很有可能比预想的严重，您要不要借助一下媒体？以您的知名度，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一定能很快传到我们手里。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通知媒体。如果他是被绑架的，那么劫匪一定不希望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过我倒是希望你们可以加大调查力度，多动用一些侦查手段。我们尽力而为。姐姐，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呀？往这边跑，你们两个站在原地别动。你，追他，站住！小二，站住！快一点！站住！你，我叫你叫你的。老大，裤子太紧了，我施展不开，我回家换条裤子可以吗？废。喂，你们至于吗？不就5000块钱吗？又不是不还了，真搞不懂你们这些要债不要命。不还钱，我们就拿他抵债。10天。10天之后我一定还你。8天。欺人太甚！我们只要7天。6天。不，5天。后天。不，明天。好。秦晓，你是不是傻呀？耍我呢？现在就给我回家。我现在就去市区赚钱，回来之后把钱甩在你们脸上。搜得深，有多少都拿来。小二，救命啊！小二，救命啊！你妈来了！啊！哎呦，我错了，我错了，我再也不该欠人钱了。注意！等我搞到钱，我就回来救你。
你们几个监视都注意了，我们的工作是要长时间在黑暗处作业的，所以你们必须要有良好的视力和强大的心理素质。难度大，危险系数高，稍有不慎是会负伤的，所以啊，你们要注意以下几点要领：行动要敏捷，出手要看准时机，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反抗，都明白了吗？明白。你长得真是太吓人了。你说谁吓人呢？拜托你把妆卸了好不好？你这个样子白天看着也很恐怖的。我不说了，我不说。你看看你把人吓的。快给我工钱吧。什么？你殴打游客还想劫钱？我也是条件反射啊。你也是条件反射？你这反射也太敏捷了吧！我要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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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我要死了！你看把人吓成这样，快把医药费给垫了。多少钱啊？多少？两千。两千？你工钱都没给我，你还要赔医药费？你把人吓成这样，我还给你结工钱？你好，上天保佑，佛祖保佑啊！我可从来没干过什么坏事啊！这个门口这个面包牛奶是不是过期了？不要了呀？那你能不能送给我呀？给，拿走！谢谢啊！谢谢！赶紧走！找上一个，再找一个500的。哎呀，对不起！干什么玩意儿你？20000。对不起，20000。差点饿死，总算填饱肚子了。可是就有这么多，要吃完也得撑死吧？要不给他送回去？20000，果真是你呀！我找你好久了。20000，大妈，你是不是那个便利店的老板呀？姑娘，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小姑娘，跟我玩这把把戏。我妈已经死了30年了。失误了，失误了！没想到大妈也是个孤儿。哎，别跑啊！哎，两万！堂堂，我堂堂点燃3项种子选手，竟然栽在一个大妈手里，我以后在体育界还怎么混呢？大妈，你这都能过来？20000，我说嘛，就是你。大妈，你认错人了吧？这哪是我呀？我比他好看多了，好吗？你看看这模样，不错吧？虽然毛发不一样，但是用我专业找狗人的眼光看，就是你。大妈，你这话几个意思呀？这肯定不是我。哎，你看，你看，你这上面写着啊，寻找天才少女，这初音音，我不是初音音呀，我是野生女王夏尔。证据呢？就是我自己，我还需要证明？身份证没带。你别跟我矫情了，就看你这小眼神，肯定是你。这20000块钱呢，我拿定了。哎，大妈，你不能为了这20000块钱就出卖自己灵魂啊！两万？等等，这照片跟我还真挺像。好吧，为了小儿他们，我就出卖一次灵魂吧。怎么样，大妈？我跟你走。想好了。但是，那个奖金呢？你得分我一半。说你这孩子也是，自己家的钱也要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呀都是我的策略，你知道吗？虽然呢我们家有钱，但是他不给我钱，然后我就假装离家出走，就是为了骗取奖金的。如果呢那奖金你愿意分我一半，我就跟你走；你要是不愿意呢，我就找别人。我找别人了。行，就这么定了。大妈，这一定是你招狗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那还等什么呀？那个，但是我觉得我得换一个造型。哎，让开！说这样是不是串病啊？嗨，你穿成这样，谁能认出来你啊？就是要别人认不出我。那我怎么送你回家？这就是我平时的着装风格啊。走吧，快走吧，20000块钱在向我招手呢。走。哎，许空灵怎么还没来？队长他应该是有事在忙。初音的事儿还能是什么？初音还没找到呗。不管他，我们先练。许空灵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啊，说是一直在找初音的消息呢。嗯，初音不见了，他不淡定也很正常啊。也是啦，不就是个初音吗？
英语好重要啊。看来我更重要。你想多了。真的吗？只是为了画展练手而已。敢不敢说实话？敢，只是为了画展练手。那练好了吗？还不够完美。怎样才完美？这个女人气场好强大，我还是不要跟她说话了，免得被她看出来。黄大妈，哎，您还是那么热心肠。对于您这种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行为，我们给予高度的赞扬。哎呀妈呀，那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还不是为了钱？大妈，你不会不讲信用吧？我的那份你不能忘啊。嗯，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小梅，副总，拿钱吧。好。阿姨，谢谢你帮我们找回姐姐。哎呀妈呀，你看你们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这个节奏，就是这个节奏。不要乱。等一下，我们还没有确认身份，确认之后才能销案。啊，什么意思啊？春英，请你把眼镜、帽子还有围巾摘一下，我们要拍个照做个记录。哎，朱律师，麻烦你。好。依依。依依，哎哎，你是谁？依依，别跑！依依，姐姐，别跑！哎，副总小心，小梅，站住！别跑！冷静点，站住，不要激动。哎呀，姐姐，你别害怕！从小就没有妈妈呀，你到底是谁呀？
你说那个初音什么情况啊？难道又是那个名额魔咒害的？太可怕了，都把人搞成什么样了？可是名额也不是靠一次考试就能决定的呀，成绩是一项，还有面试呢，不是？他不就是一次成绩没考好吗？怎么就这么自暴自弃啊？我也听说上一届拿到这个名额的师哥林佳一去了美国之后就过得特别好。啊，谁不想拿到这个名额呢？世界青年才俊 TOP 100里面有一半都是拿到了这个名额才去到了国外的顶尖大学，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每年全球也就区区20个直通名额，我们学校能拿到一个已经非常不错了，不杀的血肉模糊才怪呢。是啊，初音本来是这个名额的绝对竞争者，现在初音寄来的那个盒子查出什么了吗？嘿，你玩什么呢？这叫派派，无聊的时候一群人很开心的。哦，这个还能偷红包呢，给你看看李妮可的红包了。呀，我一不留神你就偷我红包，看我不把你抓来给我暖床。讨厌，你怎么还抓我去暖床呢？谁让你偷我红包？你再偷我红包，我就抓你去刷马桶。嗨，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我叫李白，你们也可以管我叫小白。我爱你啊 ，Do you want？Excuse me， 借过一下。听说来了个转学生，你看就是他呀，是个混血学霸。混血？嗯。混哪？据说混了8个国家呢，英法德意奥西班牙，我也不太清楚。陈警官，这是你要的姐姐的证件、证书，还有一些相片。朱茵茵。朱茵茵，请回答我的问题，以便确认你的身份。你的年龄、身高、体重、所在学校。朱茵茵，你这样我无法确认你的身份。楚总，我觉得她不是我的姐姐。你看她这个头发。我头发怎么了？还有她这身衣服。我衣服怎么了？有没有品味啊你？姐姐从来不会穿这么难看的衣服。啊！谁把你搞成了这个样子？我去找他拼命。小梅，天呀，你们都瞎了吗？不过楚女士，我看您还是带着您的女儿来趟我们局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采验一下 DNA 做一个比对，顺便也可以为她检查一下身体。您这什么意思啊？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要查验的证件，还有她从小到大的照片，你们都看过了。谢谢你们的帮忙，我今天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按照你们的程序做一个销案，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处理好了。那好吧，请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这人是谁？不对不对，这就是我呀。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的脸披上去？他们要干嘛？哎哎，你陈警官，你不能走，他们要害我。既然回家了，就和妈妈好好相处。既然找到妈妈了，就跟妈妈好好相处吧。啊，拜拜。钱钱，你钱。好了好了，哎呀，啊。小二，我可能被绑架了，救我！喂，我是李白，新来的。我赶时间。哎，你的名字好有个性啊。警察说他找到了，在哪找到的？说是下午进了医院，什么情况？没听清呢，好像说 ICU 什么的。天哪，也不知道有没有毁容，今天好惨啊，好可怜啊。我猜，初音是谁啊？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数着星星，一个人默默的想你。想告诉你，想和你分享身边发生的事情，好想你，好想抱着你，一起去看远方的风景。姐姐，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你看你这头发枯燥的，忍着点儿。大姐，你弄死我得了，乱说什么呀？手抓跟我造型改，你懂不懂？算了，为了钱我忍。啊！所以我现在是这个有钱人的女儿，5000块对于这个叫出明珠的初总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看看这大浴室的占地面积，这洗个澡浪费的水。妈妈了，你终于开口说话。我有吗？你回来了，我的女儿终于回来。姐姐，你居然笑了，你以前从来不笑的。是吗？初音不笑，面瘫吗？不过也好，越是正常的人越不好演。
我吗？姐姐，他当然是你啦。你们是谁呀？我就这样走在马路上，走，突然咵叽，啊，哎呀，就是你养父。那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哎，姐姐，你呀，明天妈妈就送你回学校，把落下的课程都补起来，好不好？眨呀眨，像谁的眼睛？今夜的风吹得很轻，心情也很平静，听得见以前的声音。回忆就像夏天的风铃，被风轻抚画出的风景。你的眼睛眨呀眨，让我最动心，那时我们笑得多开心。感谢命运，我们曾那么靠近，曾在彼此的心里留下那么多的痕迹。也感谢你，多少第一次一起经历，感谢你纵容我和我的任性。满天的星星都是你的眼睛，微笑着倾听，望着我却不靠近。再没可能把过去唤醒，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想你。